소리를 지르는 내가 oh 창빈이란 더 내 자리는 내가 참 더 태도는 소포하게 되기를 폭주하는 기관처럼 물에치는 허리케인이 뒤집어진 우산 잔소리꾼의 최후가 우리 좋구나 나무꾼은 어서 돌아가시오 여긴 나무랄 데가 없네 납작해질 리 없는 콧대 호피대와 함께 세운 줄때 훨씬 더 웅장하게 되는 경적소리 Sorry, sorry, sorry 이거저거 귀찮아서 도리도리 말이 너무 많아 자꾸 나서지 좀 말아 Why you mad? Why you sad? Why you tick, tick, tick? I don't bend you Already 걸레니 멋있는 척들이 양증 Backer 초창도 따라오지 못한 여기는 팬들 들어봐 질투가 전부 한쪽으로 치워놓고 버려 Here they come 악당물이 뜨거운 비가 돌아 온몸에 던져 八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大三大四五大六七八大。好，咱们这一期给大家带来的是咱们 Stray Kids 的 Stray Kids 的 Thunderous。然后最开始的话，咱们每个人也是啊，自己有自己一个部分，所以我最开始的话也是学最前面这个，因为大家一开始是一列的状态。最前面这个人，这个右手啊，他是比作这个两个食指和中指加在一起，左手托住你的右手这样的一个手势，但是是放在你的身后的。你像我这个状态，就是如果让我去做这个动作的话，我需要手动的去用左手辅助一下，我右手才能比较顶直啊。然后当然你说你自己做这个动作会比较好做的话，你就正常的手过来就好。我手过来的话，就会是斜着的这样一个状态，所以我需要用手辅助一下。OK 啊，咱们一开始啊，舞台开始之前，咱们可以先提前摆好这个动作，因为最前面这个人的动作是在所有人音乐开始之前就已经定在这个动作上。然后后面啊，咱们这首歌虽然节奏是那个动动动动很快的，但是我为了给大家做一个比较完整简洁的教学，所以咱们把那个拍子变成了两个动动是一个大的整拍，咱们就按慢拍给大家做一个教学。OK， 然后最开始前面这个人的动作就是这样，然后紧接着啊，他开始转过来了以后，他下一个动作跟着。他后面的第二个人，两个人是分的两侧跳出去的。这个地方咱们也是把他的动作衔接到后面中间 C 位人的动作上，所以就是一二拍的时候转过来，三大四大四个位置，三大四大的时候，最中间这个人自己是自己
的 solo 动作，其他所有人都是对称的那样的，然后一组两个人两个人的 solo 动作。OK， 然后中间这个人的话就是，先是两手放在自己脑袋侧边，然后同时手掌心冲前，拇指分开，然后紧接着收回来到你的身体下方，两手做一个交叉，动动，然后两手往上送上去的时候，右手手掌心冲下，左手开始做准备啊。第一次送上去的时候，左手还是可以拇指分开，手掌心冲右，拉下来的时候，右手不要变化。不要变化手型，左手变成这样的一个感觉，那个 rock and roll 的这样一种感觉啊，动动蛋蛋 ，OK 叠在一起，然后你的食指和你的小拇指伸出来就可以了。然后紧接着后面它也是自己一个 solo 的部分，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先空了一拍，然后紧接着它搭着左前方和右前方两个人的身体，用手支一下，然后从他们中间跳出去，跳出去以后，然后他自己的动作是右手着地，然后左手往左后方甩出去背出去，紧接着每个人啊方向应该都是冲左下方要去旋转一个圈，三拍的时间，第四拍所有人找自己下一个队形的位置就可以了。 OK， 然后做七八两个动作，七八这个地方也是因为是镜像的动作，所以我教给大家是右前方的人的动作，他是冲左边，左手往右前方甩出去，身体冲右转过来的同时，你的右脚可以把你的脚尖顶起来，重心给你的左脚。七，然后第八拍的时候，手反方向甩过去，用手的这个惯性把自己上半身带过来的同时，右脚还原成之前岔开的这样一个动作，你的胯从右前方顶到左前方收回来。OK， 这就七八动作，七八。然后紧接着开始啊，咱们第三个拍，按道理来讲应该是正式的舞蹈动作。一、二。三大四，一二三大四，先给大家说一下，一二的时候很简单，两个手往下一甩，把自己身体弹跳起来，动，一二，二拍的时候脚落地，然后三大的时候这个地方一定要注意一下，每个人找自己下一个队形的位置的同时，脚的顺序是右左，不管你往左前方走还是右前方走 ，OK， 然后你的手的顺序，右手先抬起来，这个很有力量的感觉，但是要注意你的大力，小臂不是垂直于地面，而是夹紧的这样一个感觉。当你右臂抬起来的时候，右脚往前走一步，这个地方要注意是一个低头的动作，左手在抬起来的时候身体完全扬起来。OK， 这样一个感觉的，一二三大四大，四大的时候你的身体的重心啊，给一个感觉右左右。OK， 两个脚都在地面上的同时，你的身体有一个摇摆，右左，最后一下把重心完全给你的右脚左脚抬起来，你的手上的手势是右手去扶你左手的手掌，反方向做一次，再做一次右手扶左手手掌，然后右手打出去，这样一个感觉。所以另外一个就是一二三大四大 ，OK， 然后紧接着五大的时候啊，两个手一起，手掌心先冲前，拇指分开，向里转手腕，依次的，然后两次转手腕，你的手放到你的肩这个位置就可以了 ，OK。同时转手腕的同时，你的两手在往下降，这样的一个动作，动动大动。第二次转完手腕以后，直接把你的身体弹跳起来，动，啪 ，OK， 弹跳起来以后，在落地的时候，左脚落地，同时把你的右脚甩出去。咱们练啊，这个地方是一个镜像的动作，所以教大家右边人，然后你的两个手往下方甩出去，咚咚咚咚哒，啪 ，OK， 然后右脚落地，紧接着下面一个动作，甩完了右腿之后，右脚落地，然后两个手往身前甩出去，交叉的同时，左腿抬膝盖，高抬腿。OK， 所以这块动作比较连贯啊，动动啪啪啪。OK， 然后最后这一下还没有结束，甩完左膝盖。向后一个大垫步再落地，然后紧接着所有人是自己按自己队形的位置啊，往左前方旋转一圈，然后咱们这里面依然是右前方这个人的动作，所以甩过来以后八大一落地了以后，他右前方这个人的话是左膝盖是抬起来的，右膝跪地，反过来左前方是镜像动作，但是两个人转圈的动作都是向左边去做的，所以这个地方自己掌握好，最后跪地的时候是哪个膝盖就可以了。 OK， 动大踏，跪地以后快速下一个大拍，抬头再下一个大拍，甩手先用你的大臂带着小臂抬起来，后面跟着节奏，一大二大，很简单啊，左右左右，紧接着痛踏，一大二大结束了以后，两手快速的来那种翻手腕向后甩到后方以后，感觉有点像拉丁的动作，甩手腕 OK， 甩完以后再往前的时候，本来你右膝是跪地的，动OK， 右脚快速跟到左腿的位置，两个身体冲右前方，然后两个手可以摊在你的膝盖这个位置，动。第六拍的时候，上半身扬起来，所有人都是冲右前方，右手或者扶住你的嘴边，然后最后等第七拍过去以后，八大的时候，八大第八拍，本来你身体冲右前方，反方向转180度，以左脚为轴，右脚往左前方迈出去，同时两个手斜下方摊开，最后大拍的时候还是以左脚为轴，甩你的右腿。把你的身体带过来，身体最后所有人冲右后方，大家记住这个方向就可以了。好，接下来咱们尝试跟你跳48拍的音乐。
자리는 내가 취한다. 태그는 소품하게 퇴기를 폭주하는 기관처럼. 물에 허리케인이 뒤집어진 우산. 잔소리꾼의 최후라 우리 좋구나. 나무꾼은 어서 돌아가시오. 여긴 나무랄 데가 없네. 납작해질 리 없는 콧대와 핏대와 함께 세운 줏대. 훨씬 더 웅장하게 돼.